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所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在基督里的盼望。在经文的一开始，也就是许多人所熟悉的这段经文，谈到信心与见证人的功课，这也述说了在基督里的盼望。好像在第一节第二节所说的，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跑前面的路程，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常常要思想我们的重担是什么，能不能放下。我们也思想怎么样把这些缠累我们的罪脱去，能够忍耐奔跑前面的道路，也让我们仰望那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呢？许多时候这跟见证人有关。当我们思想什么是见证人的时候，更应该思想的是耶稣基督的榜样。他不但轻看羞辱，忍受罪人的顶撞，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其实这就是信心的功课。我们先不说外在的环境的影响，世道险恶的逼迫，光是要面对自己的软弱与情欲的相争就已经不容易了。而耶稣基督他对神的信心，不单是我们面对环境的见证人，更是我们面对自己的榜样。我们在想到要怎么样存心忍耐奔跑前面的道路呢？其实这也很难，很不容易。在经文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好像管教的功课一样，父母亲因为爱而劝勉管教自己的孩子。同样的，主所爱的他必然要管教。特别在11节提到这样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更让我们看见身为神的儿女，不但要敬重顺服这天上的父，也因为他是要让我们在这其中得着益处，与他的圣洁荣耀的性情有份。12节到17节告诉我们说，一个愿意领受顺服管教的人，他要在追求和睦谨慎不失了神的恩，不贪恋世俗淫乱等等这些事情上面，能够来站立得住，并且能够在行为跟道德上合乎神的喜悦，免得被弃绝，无法承受神的祝福。这是特别的提醒。而在18节到24节将旧约西乃山与新约的锡安山做了比较，列出了西乃山跟锡安山的不同。第23节论到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所共聚的总会，这是什么意思呢？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出，旧约是在西乃山上赐律法给以色列民，而新约就是耶稣做中保而带来的。这样的详情我们可以在申命记第四章第五章，还有出埃及记第十九二十章这两段经文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而这些的描述是要我们知道说，上帝他是蛮有威严的，不可触摸的，使人丧胆的。这都是旧约的记载。而新约呢，让我们看见人与上帝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新的荣耀。神的荣耀与每一位基督徒同在，有新耶路撒冷和千万天使等候，基督徒将得到新的生命。刚刚所说的天上诸长子，还有后面所提到的被成全的义人，这在23节简单的说，就是在基督里重生被上帝所接纳所悦纳的义人。而他们在共同聚会的地方，可以看见审判众人的神和耶稣基督的宝血在这当中成为救赎。这人与神的关系是那样的和谐美好。最后在25节到29节要我们谨慎，不可以拒绝那向我们说话的神。这里的警戒更重要的是要我们领受，唯有神他是不可震动不能改变的，必要存到永远。我们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免得招致神的烈火所焚烧。回到一开始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在基督里的盼望，我们来整理思想一下。一个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他
他要成为一个见证人。他能够以耶稣基督为榜样，能够存心忍耐，奔跑前面的道路，在各样的道德行为当中，能够合乎神的喜悦。这样的人将是在神面前被神看成为义人，成为神所看重的长子。那在永生里不会改变的神，他的面前，我们带着感恩的心，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这样的过程都因为我们在基督里，以至于能够得到那永恒不改变的盼望。这也是我们信心极大的功课。弟兄姐妹们，每一天你是不是都活在神的喜悦里面？有没有聆听神的教训，为主而活呢？相信当我们为主而活，我们的生命也都在上帝的里面，每天充满新的盼望，直到能够得见他在新天新地里的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是的，因着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就有盼望。因着我们愿意在你的里面，我们就在信心的功课上来学习怎么样放下我们的重担，怎么样脱去那些不合神你心意缠累我们的罪，叫我们在奔跑前面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能够轻看这世上的一些诱惑，这些挑战，让我们真的是存心忍耐奔跑这条道路。因为主你亲自为我们成为了榜样，这个榜样使我们这一生当中所依靠能够有盼望的。主，叫我们在这样的盼望里面，每一天每一天都从你领受重新得力的日子，每一天我们都在主你里面得胜有余，有盼望。为这一切再次仰望，献上我们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几年前我听到原住民主日，但是今天我没有想到今天是原住民主日，而且看起来那么盛大的这样的一个邀约，然后真的看到原住民的时候心里会很感动。在这个随着经济情绪虎虎的时候，他们还能这样的赞美在你们的教会里面啊，这样的联合，有一些慢慢的牧师与牧师之间，众信徒虽然同一个族不同族，什么一大堆的，都会在今天的分享还有等一下的分享会更加的深入去疼惜各族群，是这么的美丽。也看到你们是那么盛情的邀约，我们的原住民的弟兄姊妹和牧师也非常的很快乐的带领我们的族群，不仅看到你们的信徒，我们在基督里也都在自己的部落奋斗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这里一起呈现上帝的爱，一起用歌声来赞美。所以真的有给我很大的激荡了，更在回去的时候能够跟牧师与牧师间的跨，然后还有时间要如何在山上里面复兴我们的教会，牧师要尽力夸教派彼此的合作了，彼此的合作。像你们男生，真的，我后来牧师，你们怎么那么多原住民认识？因为你们都去过了，去看看他们，参与他们，关怀他们。所以我非常高兴看到，我还问那个牧师说，这么美丽的盛宴哦，你们将来有更多的事情，认识很多。你们不要很多牧师带几个敬拜团，带只要经过他们沟通，他们亲人们讲到，你们可以接感谢了哈、哦，上帝让我们一起到山上敬拜哈、哦，然后彼此这样的交流，你们的 vision 来再鼓励原住民，哦，像你们的教会培育那么多的神学生嘛，这个将来就是。爆发的 vision 如何，你们就这样开始做了。我是觉得说你们
在全国原住民，不是在全国的教会里面，没有想到会给我们原住民日了。这国家才这个几年前而已，但是教会要真远大胆的在教会的面前，啊，这样讲宣告，今天的日子就是原住民之日。慢慢的会扩散到各教会，未来会原住民，国家也在办，但是因为他们有预算，非常的混乱了，但是在教会这样，搞不好将来这个地方，不过你们会在里面的体育馆，然后你们做更多的追踪，特别是跟牧师，然后来到的刚刚的那个长老，哇，都很感动，他们牧者他们，你们做这个下面的感动，在鼓励这些牧师，慢慢的来到的，你们去过的，哦，真的是很棒。长老会的你们也去看，关心看到阿里山的，我们上个礼拜才去阿里山呢。所以安淑梅我们都认识，还有布农族的前牧师，还有这个平山的，哦。还应该有几个，就是因为大家都照顾，这个看到牧师我也非常的感动啊！啊，在部落尽力而为了仰望上帝圣灵，带领自己的羊群这样子，一起进入训练，管他环境得失不得失，就是牧师原住民的牧师，让我们都的信徒都抓住这个，赶得上上帝国的。啊，这样的一个未来，如果生命的结束，我们已经预备了，真的，这样的你给我们很多的激励了，那么感恩呐。原住民刚才钱文生牧师，在都市看到自己的原住民也很快乐，如果看到布农族与布农族又不一样的感觉，因为这样的相遇了。再次谢谢南圣的这样的意向。也常常也照顾布农这样子，一直到现在没有退缩的爱。也刚刚讲的信息，我们是什么，你们竟然这样的尊高贵我们这个会堂，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一个会堂，看到什么人来了，看到这么漂亮就是快坐，像我们这群在一般社会原住民还是被有一点 look down 歧视嘛，还是有啦，所以今天在教会，你们的教会可以看到，我一直看到，这个男生一直没有放弃，而且我看第一次看到我也是不起眼的一个原住民的布农族的牧师的时候，他就爱上，在基督里爱上我，一直到现在。你们教会不只是口头的爱，实际的参与，像我们有有机农业的时候，当起起伏伏的经济的时候，我们的同工所种植的有机送到你们，是这么的复杂，但是你们还是努力的支持我们，这个是实际的对我们的很大的帮助，让我们很大的有这样的信心了。布农部落和南圣的意向，我们都是讲也是在行动，所以我们也学习你们，所以将来在布农部落和南圣将来是否有一点是上帝的祝福，真的付出更多来关怀更多实际的，啊，是这样子的，真的很感动。今天我去年有听到原住民，就今年真的看到，实际上你们的 action 真的做得非常有秩序，就是因为你们有这样的信心，把多功能会堂用得非常美丽，哦，很多人来到这里的感动，哦，但是看到你们。他们就喜乐你们的热情了，真的就是你们有这样的广大的心胸，哦，这个教会不是指你们有多少人观摩，有多少人后来的信的都受到感动，然后被装备，也慢慢的同你们的一家族一起走出去了，哎，就是这样子。 Anyway, thank you。
Seguin hai nasau habas Gakudas matu masing mas isu tu Nairan Seguin hai nasau habas Gakudas matu masing mas isu tu Nairan Seguin hai nasau habas Gakudas matu masing mas isu tu Nairan Mother saikin tu mau bacin mal tu salvui Mother saikin tu mau bacin mal tu hani Mas isso tu, dai dai